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就俺们仨呀，到底打不打？人人人的，到底打不打？这么一看就有眼儿。像这种希冀狗啊，千万不能在草丛外边跟他玩，知道吗？上线他敢跳一下就直接硬干，就一直干他，让他根本他就没办法往草丛里边跑，省着往草丛一钻，一会儿跳我们一下，一会儿跳我们一下，没办法了，就先学个 E， 直接上线就开干。你不用你在那儿，在这儿等啊！你在这儿等，嗯，用不着你在这儿等了。我直接上点盐。哎呦我操！攻速有点快，1.0。哎西。让他给我 A 死了，这没打过他，有点难受。感觉 E 用慢了，快点 E 好了。我怕他跳跑，你知道吗？他跳跑，我们不好杀他了。双多拦截。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双多拦截不好办啊，对，那包女儿给我旁边不好办啊，很难办啊。兵线有点烂呢，这两个小猫搁一块儿，没什么办法呀。那再往前走，跳吧，这没啥办法，你这咋整？那兵线往这一放，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如果不上来补兵。我们一辈子也打不过他，你只能上去补刀去，看看这包女能不能跑吧。他没走的话，那就这么地儿吧。双多蓝，来一个耀光。血崩还好吧？他是兵线往回推的，这就还好。这要是兵线往对面推的，给我卡住了就完了。还行，不就包女拿了个人头吗？我他妈下去拿俩人头，还玩不啊？这还呀？啊，这还能玩了不，大哥呀？
回家。红宝石、小药瓶、六级再盖。猴哥玩猴被单杀了，被单杀咋的了？你猴哥是神仙呢，不可能被单杀呀，说啥呢？真的好难啊，我剩一丝血升级。我剩一丝经验升级，就差一个兵。早点升级就好，那没办法，差一个兵，那小鹿吃经验了。差一个兵，那你这咋整？还好狮子狗没闪了。他俩一开始本来是有点烦，没杀掉。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这没杀掉，可太烦了。哎，不行，还打不了。杀不死。난언제나최고管家俩装备差的太多了，他312，我031，差多少钱？我一个700块钱，他身上整个身上1800、1900多块钱。就算了，我操，你是没完没了了，我一看呢，这家伙这人也太多了。你找不上，打一半了，上了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
감히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? 不是说上头了，那来一个人那倒行，来俩那就没办法了。而且他上他找不上，他要上他就早点上，要么他就别上。一开始不上，然后我死了，哎，人家上了，然后再死，那葫芦娃有什么用的？ 我刚才想闪现Q的，我都没闪现Q。靠我们自己打不回来了，那装备差太多了，那下去一下拿俩人头，这把得看他们自己的了。 不打了，我都不跟他打了。你干啥呢？我操！尿死他！ 他死的狗，队友是真他妈的多，我操！他队友是真多，哎呦我天哪，我跟他打了，真累死了！全是人，看着没？你想杀他，中单传送，辅助给大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我队友也不少，我队友那是，我队友多不多不重要，我队友多不多不重要，我的队友可以多，但他的队友也多，我只是说他队友多，但我没说我队友多。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일만 알려줘. 吃了我一层塔皮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这把的女神之泪啊，可能就费劲了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个7秒钟，等个5秒钟。 还好我们技高一筹。我不知道他要不要传送啊。 得了得了吧，救救！快救救！这没办法，我们跑不了，跑不过他。这回可以来个女神之泪压压惊了。我想一想啊，不假鞋行不行？行，这把给他跟他打单线不行。 再把来个布甲鞋，跟他打打单线儿。
这位置有人怎么办呢？不去了，回家了。来个红 boss， 612被单杀了，这维克托也没啥装备，来一下，扫一下看啊，如果右边没视野，这波对面团灭，操，你们是一点虚区也没有是吧？ 哎，这狮子狗什么意思？哎，这 Q 没 Q 到机器人？哎，闪不应该交的，换它其实挺好，不交闪好，交吃吧了，下边交闪好。 人嘛，有求生欲的，一旦自己没有多少血了，这就容易放技能，浪费我一手闪现。<咳> 这波维克托没在。 狮子狗西兰刀。 不管他们，这波我们自己发育，把下塔拔了。你这河蟹不可能有，哎，把蟹收了。 跟我来，快！没人呢，没个托我们杀啊！来，在这待着，等他。
天杀梅克托儿，漂亮，给我回血凯旋，我杀。哎呀哈，这么远，漂亮，还剩个包女儿。哎，这咋这么远，好够漂亮。谁的龙？没什么人头啊，不过也确实我们家也就我们一个进站了。我直接 W 上来看看有没有人。那吸这个哦，要出蟹手，可能先把对面中塔拔了，这个中塔很重要。我来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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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来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来守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装备比他的装备差这么多呢？是他的装备太便宜了吗？他一共杀了五个，我杀了三个，他两件半啊，我也差不多吧，我们也差不多两件半。但是他是出门之前的两件半，我这是回家以后两件半。塔皮我也都吃了，不应该呀。塔皮我就少吃一层皮了。这波队友抓人很有可能会全死，赶紧过来吧。嗯，赶紧过来吧。说什么来着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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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到，这边能打来。这维克托干啥呢？哇、wow、哦，没打死。哎呀，烦呐、啊！又差一身血，还丢个车，真膈应。还没闪了。这要是水银海就好了。没有大了呀，兄弟们。那泽拉斯 poke poke 吧。谁的传送？狮子狗的传送。哎，那机器人那跑哪去了？
没事，慢慢破个吧，慢慢打。来，你看那狮子狗飞不飞？我们就只能在前面顶。漂亮，先把这狮子狗给我杀了，好勾。脱节了，兄弟们。脱节了。为什么豹女勾过来没死呢？因为有个钉吗？不行，不能往里边冲，往里边冲打不过，我们还是得保后排。这么跟他们打不行，来黑区。我们家没有近战，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人能扛得住，只能我们扛。我进去被他们集火就完。刚那边不上，把包女一杀，对面正好脱节，慢慢杀，一个一个杀，尽快了。哎，漂亮！龙打不打？我要杀我也只杀金克斯，别人我杀不了。那维克多杀漏，包女儿杀漏，全是杀漏。而且那狮子狗对我们家后排威胁挺大的。跟我来，机器人，来，机器人，你怎么这么能跑？哎，动不了。尿死他。哎，上头了，没上头啊，对面人是不齐的，刚这波队友也让我开。只不过没开到他那小路的位置，正好让他们集火了。对面下路两个人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？小黄毛差个青雨，伤害不太够。我们如果自己能单开到狮子狗，后排就没有威胁，知道吗？后排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啥也不懂，哎，看着得了。哎，这波不能出去啊，等。先打龙，先打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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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走，
龙种留下，撤，来一个龙种，这波让人关门打狗了，留一个龙种快跑，中路不行就给了，我上路守一守，不行，我得守中路。差点没守住，好勾，这都没人头，我操！小龙，小龙，快！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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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小龙一定不能丢，没事，我来回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不能偷。我这龙种，有眼儿，有眼儿，在哪有眼儿？谁放眼儿？扫一下，不出门了，往这一待，不打了。沙漏，我也得来个沙漏。找他去。不行，这位置跟我来。好晕，漂亮啊，回家守，你们守吧，我推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出去推去，这金克斯搁上路呢，五个大招，那肯定得用大呀，那不用大也打不死啊，你用100个大招把他们杀了，这波也能拖一下子。喂，应该问题不算太大吧？哎，这个包女真是操你妹呀！富贵险中求。求了一波没求来，包女儿又过来了，太膈应了。没事，这应该推不进来。哎呦，我漂亮！不太漂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！我说句实话，啊，包女儿死一个，不至于非得硬追，兄弟们，不行，咱就算了。可以。
等一下，别急啊，我们在这等。啊，那狮子狗没大，我等个屁呀！我在这等啥呢？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反退一路。救救！减速啊！能不能瞄准一点？犯病了，我这还犯病啊！我操！我上去把他们家金克斯杀了，杀了！我不跟你理论，我犯病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犯病了。来打大龙吧，兄弟！他们应该要拿龙魂，给了吧？这没办法，这只能给，算了吧，要不了。跟你理论就相当于是我们有病，毫无意义。这是机会呀、啊！啊，这是机会呀、啊！我可直接上了。我这有钉的，能不能直接给他们一波了？塞纳挺恶心的，哎，漂亮，好控！先把塞纳杀了。哇，漂亮，小黄毛！来来来来来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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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一波。叮。包女儿送的不错。